后，七月受邀前往南京，与 VIX 的队长恩担任演唱会主持人。一到会场 ，Apple 就在休息室和作家 Ray 告，看看他认真的模样，就知道他很紧张。这可是 Apple 第一次这样跟韩国人合作哦。Yeah, 我觉得他人好好哦，而且一进来就被夸奖，说你漂亮吗？对，说我漂亮。就在我就心想说，哪有你们韩国人才漂亮呢？然后因为这个作家好像是非常有名的作家，对啊，就很多音乐节目的一些东西都是他用的，所以刚刚跟他讲话的时候有点怕怕，想说哇，应该是个非常厉害的人，结果没想到人很亲切，很可爱的。那我发现我今天的妆跟平常不一样吗？因为今天的妆跟发都是韩国的发型师跟化妆师帮我画的，所以被称赞漂亮会不会是因为今天是换一个不同的化妆师？非要我这样子瞪人就是。那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这妆真的是很厉害，因为台湾的画法跟他们好像不太一样。因为今天我特别研究了一下，他们的步骤跟我们自己台湾的人画的真的是不一样，所以有好好学起来。一进到休息室就被作家夸漂亮，看来特地一大早起床去书画都值得啦。紧接着 Apple 就要和 VIX 的队长恩一起上台彩排演唱会流程喽。恩来，你好，大家好，你好，大家好。很帅。相隔两周再见面， Apple 和恩一碰面互夸对方，看起来上一次的访问彼此留下了好印象，这一次携手主持真的让人好期待。演唱会舞台是360度设计，看到这么大的舞台让 Apple 不禁又更紧张了。这几位呢，果然也是梦想中的次谢谢。哇，恩在主持的时候是很温柔的样子，表演的时候呢又展现了完全不一样的感觉，真的是很有魄力的一面呢。恩是不是真的很帅呢？帅。谢谢。因为 K-pop 在中国呢真的是非常的受到欢迎，那在南京这里 K-pop 人气呢也是非常的了不起，所以今天我们才会准备了这个表演给大家。不要去后面。会。那现在呢，慢慢的要进入尾声了。那你觉得今天如何呢？我跟你在一起，我很幸福。我跟你在一起，我也很幸福。好，谢谢。谢谢。我们应该以后还有机会可以见面吧？当然。太好了，那不然我们就全部大家一起去找恩玩好了。네그러면은이제가수를소개해야될것같아요네아그렇다고오늘공연이다끝나는건아닙니다虽然语言不通，但是照着脚本走，跟他 Apple 彩排的很顺利，两个人反复的演练也培养出好默契。彩排完的感觉怎么样？我觉得还蛮酷的，刚刚一开始还蛮紧张的，而且我刚刚明明台下英文说得很好，我一上台我说不通。那个 Michael 对不起，现在可以去休息室休息了。好的。太紧张了，我太紧张，我连 Beyonce 都说不出来，我就在那 B， 然后恩就赶快跟我说 Beyonce， 我说Beyonce， 恩人好好哦，谢谢他还提醒我，但是后面就比较顺了啦。我觉得这个还算 OK， 就只要不要紧张就好，因为你知道我从来没有在升降，就是舞台的中间升降台这样出来，然后我们原本是要蹲着，我感觉要这样弹跳。你是巨星的吗？完全巨星啊！现在还是很紧张吗？现在比较好了，因为刚刚感觉恩也还蛮紧张，可能因为我们语言没有办法沟通，所以其实都会有一点紧张。但刚刚后面就比较顺，你们觉得 OK 吗？刚刚应该要再练一下。哎呀，是不是应该要恶补一下英文啦？好烦哦！我刚才英文有哪个念不好吗？都念不好。So sad. 我说 Apple， 你的英文真的应该是没救了。
正式爱可别出错才好。而恩除了担任主持人之外，当晚 Vix 也有演出，所以才拍完主持的部分， MCN 马上又回归到 Vix 队长恩的身份，跟团员们一起彩排表演。이거라이브이라는게어떤이유예요?이유는쿨쿨.라이브시.라이브.오늘在舞台上更酷了.이거.我们是李儿威，不要 Vix。好的，那现在访问到 Vix， 可以先请你们一个一个跟大家打个招呼吗？大家好，我是 Vix 的老幺后，最小的后。接下来，大家好，我是 Vix 可爱的主唱 Ken， 我特别想你们，么么哒。大家好，我是 Vix 的队长 N。大家好，我是荣斌。大家好，我是主唱 Leo， 谢谢。大家好，我是 Pravi。很棒，这次大家来到这个南京的百度糯米音乐盛典，可以先分享一下你们的心情如何吗？일단은이렇게큰무대에초대받아서너무기쁘고요저희팬분들그리고모든관객분들앞에서저희음악을저희무대를보여드릴수있다는생각에굉장히행복합니다是，我很荣幸，非常荣幸。今天我们很开心。你们，我们的舞台期待吧，一起期待。
嗨。哦，厉害。那因为你们之前呢，其实有没有来过南京的经验？然后对南京的印象是什么？可以。네, 네어난징은저희가처음오게됐는데어난징팬여러분들을또저희가공연에서부터이렇게뵀는데어굉장히예쁘신漂亮하신우리워먼더펀스만나서굉장히반갑고요그리고오늘있을어무대도많이기대해주시기바랍니다那因为 Vic 上次来台湾的时候，我就有出过他们的外景，有访过他们，然后他们的中文程度呢，其实算是非常好的。那这一次呢 ，Apple 我本人也有荣幸跟恩一起主持。那我们可不可以先讲一下对彼此的感觉是什么？일단굉장히이쁘시고요你很漂亮。네아谢谢어그리고이렇게연습을해봤는데연습을하는동안호흡도너무잘맞고그리고많이리드해주셔서어굉장히즐거운마음으로그리고재밌게즐기면서 MC 를볼수 있을것같습니다그리고중국어도가르쳐주셨어요워헌롱싱我很荣幸，我很荣幸。嗯，对，那我也要发表一下我刚刚跟恩这样子彩排下来的感言。OK， 请期待。彩排呢，其实我觉得恩的人算是很好，我觉得他应该算是个暖男，因为我本人的英文其实有点烂，就会很害怕。所以我们刚刚第一次踩的时候是在舞台上面踩的，然后因为我的英文太烂了，然后我们都有手卡，结果我就发现我有一个那个 Beyonce 我念不出来，我太紧张了。然后那时候恩就在我旁边小小声的偷偷跟我说 Beyonce， 然后我就想说哇，他是个暖男，居然偷偷救我，谢谢你，谢谢，谢谢你。那 Miss 近期其实也很常参加一些海外的活动，那自己有没有想要合作的歌手？那有没有对自己音乐启蒙的偶像前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어저희는하린선생님과함께또공연을해보고싶고함께노래를불러보고싶습니다이번에어한방송프로그램을하면서이렇게함께작업을했는데굉장히잘지도해주시고빅스를잘이렇게끌어주셔서굉장히좋았습니다네그리고저희가공연을하는데축하영상까지보내주셔서꼭한번이렇게저희와함께음악을해주셨으면좋겠습니다那在节目当中其实唱了很多的中文歌曲，那在表演跟练习的过程中有没有觉得最困难的是什么地方？네아무래도아직은완전익숙하진않은중국어로이제노래를하고숙지를해야된다는것과다양한활동을동시에병행하고있다는점이가장스케줄적으로힘들었다면힘들었는데그래도멤버들다최선을다해서좋은모습보여드리기위해서열심히준비해서잘해나가고있습니다那我想问一下每一次参赛的歌曲大家都是怎么样讨论出来的네우선하린선생님이같이저희와고민을해주시고저희에게가장어울리는적합한곡들을찾아서저희가리믹스를할수있게가장많이도와주시고요그에따라서저희도거기에퍼포먼스를최대한잘맞춰서멋진무대를보여드리려고노력하고있습니다那因为我们今天其实是一个音乐盛典，然后现在是在后台。那我很好奇，请问平常 Beats 在这种音乐盛典的后台，大家都是怎么样放松自己？其实是一个音乐盛典，然后现在是在后台。那我很好奇，请问平常 Beats 在这种音乐盛典的后台，大家都是怎么样放松自己的心情？네요우선공연전에각자뭐컨디션관리를위해뭐휴식을취한다던가아니면은공연준비를위해목을푸는멤버들도있고또뭐그냥영화를보던가게임을하면서여가생활도간간히즐기면서공연전에휴식시간을갖습니다그리고또방송국이나뭔가공연전에생각해보니까뭔가또멤버들도다비슷하게팬분들이보내주신뭐서포트나뭔가편지같은걸보면서도중간중간에그런팬분들과소통하는재미를갖고있는것도있는것같아요那彼此在休息的时候难道都不会互相打闹吗或者是玩一些游戏저희는일단뭐각자쉴때도있고또각자게임을할때도있고가위바위보해서뭐예를들어서슬리퍼를멀리던지기나아니면은모바일게임도가끔하긴하는데뭐라해야되지네모바일게임도가끔하는데
그냥저희끼리얘기를많이하는편이에요네그렇습니다통상都是谁赢啊会输的会有惩罚吗네주로벌칙이나저희끼리또뭔가이렇게룰을정해놓고게임을진행하는데승부욕이가장많은레오형이제일못하고요제일많은벌칙을항상담당하고있습니다네네네但是我记得我们上次在台湾玩游戏的时候，大家好像都还蛮厉害的啊。그것도기구만있으면앞으로대기실에서꼭한번해보겠습니다好的，希望下次我们有机会再合作的话，我一定会带着酒瓶来找你。哦，谢谢，谢谢。好的，那他们也即将要上台了，那我们就先让彼此休息一下。那希望下次有机会还可以再常来台湾哦。일단은저희빅스항상기다려주셔서너무감사하고항상빅스를찾아주셔서감사하고저희음악저희무대를봐주셔서감사합니다앞으로도더멋있는무대많이보여드리겠습니다이시양씨리얼 V 빼야액빅谢谢谢谢谢谢 VIX 谢谢接受完访问的 VIX 也回到休息室准备登台演出了而演唱会也即将正式开始 Apple 的心情也越来越紧张准备要正式开始好紧张啊！刚刚化妆吗？要他们试一下吗？看看看，放心。来，麻烦您说下话，说说。好的，大家好，二三号，前头的麦克风，好，谢谢，谢谢。这个头发好，可以玩几年？十号，十号。对对对，然后念完以后，我等小朋友上台。开场前 ，Apple 在台下为饱受连日暴雨灾情的灾民们祈福，成功的汉恩完成开场的 Apple， 两个人也回到休息室，继续准备下一段的穿唱。刚刚完成第一段，感觉怎么样？我要哭了，我超紧张的。너무잘해주신것같아요非常棒。谢谢谢谢，棒棒棒棒棒棒。因为有你在旁边，所以团做的。上台演出，接下来的这一段只有 Apple 自己在台上撑场，这也表示演唱会已经进行一半喽。耶、yeah! ，已经一半了，现在是 VIX 在表演，所以待会我看一下，哦，待会就已经进入一半了，现在只剩下那个 VIX 跟 Infinite。哎，你们刚刚有看我主持的吗？没有。啊，没有关心你，没有关心我，但是他们我下来之后，他们都。我觉得很棒，我好紧张。是客套啊？应该不是客套吧？毕竟我刚才英文的部分居然都没有念错，还蛮溜的，蛮溜的。然后到目前为止都还蛮顺的，好开心，哇塞，一圈，好开心哦，感觉还蛮顺的。因为今天这种场子，我觉得其实蛮大，因为它是四面台，所以就是四周都是有观众的。然后我们在主持的同时，你还是要环顾四周。然后我觉得我跟恩的搭配还不错哎。然后因为主办方他们啊，还有 N 的经纪人，就是 Beast 的经纪人，他们都说我们两个好像组合的还不错，会不会以后就变成了一个组合接片各大拼盘演唱会呢 ？A N 搭档 ，A N 什么？你是 Apple， 他是 N 啊 ？A N 搭档 ，A N 搭档好像不错哦，是不是不错？应该不会被杀吧？Apple， 你想要接片各大拼盘演唱会，我劝你还是好好恶补一下英文吧。毕竟艺人名字很多都是英文呢。表演完的 Viz 仍留在台上和 Apple 继续主持，而在这个时候，当晚压轴 Infinite 已经在台下 stand by 啦。下帅气隐身，迷倒后面一大票粉丝。Infinity的卖力演出也为演唱会画下完美句点，这也代表 Apple 的 AN 搭档处女秀也即将结束啦。最后一趴了，已经放松了，不会紧张。而且我觉得我们默契不错，已经变好朋友了吗？对，很美，对，希望有一个。队长要拍啊？要吗？队长，你说过了吗？因为。
得我要说话，所以他一直注意。Apple 说 ，Apple 说 ，Thank you。 중요하다가 뭐예요？重要，重要，重要，重要。主持人，他们认真的好孩子。MC 都 ，MC 都，对。恩真的是暖男一枚，脚本有做修改，还标记很重要，有他找 Apple， 难怪今天的主持这么完美。演唱会的主持人可以说是完美结束啦。第一次和韩国作家合作，第一次打破语言隔阂和韩国艺人搭档主持，第一次站上360度大舞台，好多好多的第一次，相信不只是 Apple， 他的好搭档 N 一定也留下深刻的印象吧。 AN 搭档下一次会在哪里出现呢？就让我们一起期待吧。